H48 Team H2 头号新闻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对号入座。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等，或超过50×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三，请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摄像、录音等行为，请将您的手机等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四，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场内严禁吸烟、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在观看演出期间，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五，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并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SH48 Match 2头号新闻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对号入座；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等超过50×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三，请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摄像、录音等行为，请将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四，请勿在场内抛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在观看演出期间，请勿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五，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并有权请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耐心等待。我是 SH48TMH 的杨慧婷。
除非，除非，如贼在喊捉贼，我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Team H2。跑进你的心。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 的张欣，谢谢大家看我们的公演。谢谢大家。读心术吗？读心术啊。读一下我们的老板，看看我还没还有几年可以解放。对，读心读一下看看，对，看公司未来的发展怎么样？对，对，想读一读这个，然后没有了，谢谢大家。耶！正圆椭圆半圆还有背起圆。我是 SNH48 Team H2 的飞泉，谢谢大家来看Team H2 头号新闻公演和蒋舒婷的拉票公演，谢谢大家。还有曾小文，还有曾小文的拉票公演，谢谢大家。背起圆，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关于读心术想要读谁的话，说实话，因为只能用一次，其实还真的蛮难决定要读谁的。我觉得暂时还没有我特别想要读心的，至少在队内好像暂时还没有特别想知道的，因为感觉大家交流都还蛮够的。等到哪天我发现某个沉默寡言的人的时候，可能我会比较想把读心术用在他身上吧。就这样，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酷酷的喵，请大家跟我一起说酷。大家好，我是许阳一中，感谢大家来看我的公演，我们的公演。就有读心术的能力，随便挑一个人都可以。孙珍妮好了，孙珍妮过来。你，我这个人思想很难猜的。好，毕竟智商摆在那儿，你猜不过我。我们会，那你一定要诚实回答的。我诚实回答。你喜欢薯条还是鸡块？我猜薯条，对吧？鸡块。你不要问这种只有你才会想到的问题，好不好？那你喜欢我长发还是短发？我不喜欢。真讨厌。那来，蒋舒婷，换一个目标。对，蒋舒婷，我读读你啊，我读读你的。我来找找你的肚脐眼在哪里。好好说，你猜看我有没有缘分。你肚子不要挡住，我得搓进去才行。嘿
对不对？不对，下面一点。不是，看来是我高估了你的腰长。好的，失败了，好吧，那你来吧。其实我真的会的，对对，你们握手的时候可以找我，我真的会的，就这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N 国铁青梅处蒋淑婷，谢谢大家。耶。谁的心？李佳恩，我跟你讲，李佳恩这个女人实在是太难懂了。因为我自己也会一点读心术，就是，就是父母教过我，然后我的历史老师也教过我，就我的历史老师教过我，就是如何用他的名字探测，就是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就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我们老师提过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些历史人物不能说，就我们有个老师叫王苗苗，你们知道吧？不知道。然后呢，他就说，哦，你们不知道。然后那个王不是三横吗？三横那个王，然后他说，这个王里面有个土，这个苗有草和田，那么这个人一生不缺粮食，然后但是缺什么呢？他这个名字里缺水，对，他就缺水。然后当时我就。然后我就探测了一下李佳恩这个名字。我缺点啥呢？不是，你慢慢听我讲。李佳恩他这个李字上面有个木，下面有个子，对不对？对。那么上面这个木呢，就是大家知道是，那五个什么？五行。哦，五行中代表十二时辰的三十到四十木，然后子呢？哇。会一点点，会一点点，比较差。然后听我讲，然后。木下面有个子，对不对？哎，就是说李佳恩未来在三十和四十下，就旦下。什么？啊？什么？我怎么了？小心。旦下一个子，好，然后家，真的有道理的。然后家，大家看它一个人字旁，一个土和土，对不对？两个土嘛。啊，对。然后这个人字旁呢，代表他和那个子。那个土呢，就是一人一个土，代表可能要吃土。怎么可能呀？你想啥呢？就很惨，因为他正好两个土嘛，然后就一人分一个，也不差谁的。就唯一能改变命运的是什么呢？就是恩字了吗？就我也不太懂，就你可能拜拜佛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这种东西。恩，我实在测不出来恩。恩。嗯，我真测不出来。嗯，就是他孩子那个口里面一个大，就是他嘴巴很大。好惨啊！李丹啊，李丹，我这样我也会测，我也会测蒋淑婷。蒋淑婷呢？蒋淑婷。对，蒋淑婷，我测出来你五行缺脑子。哎，真的有依据的，就是本来其实我不信这种东西的，后来我历史老师就举了一个例子，不知道能不能说，就是那个。说吧，你说吧。陈独秀。啊。听我讲。有玄学的，啊，不能说，不能说，你说，对，历史没好好学，好想说，但是，那这样吧，哪天再说吧。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充满爱的魔法。Oh my little Luna。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2 的林楠，大家可以叫我 Luna。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公演。耶。谢谢。说到如果有一个读心术嘛，其实我想了很久，因为读心术的话应该是要对特别感兴趣的人才会想要用的，然后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人，对，然后我想想，所以我就想要把读心术用给就是把这次机会用给各位，就是看一下大家的，用读心术看一下大家的初心还在不在，急速否认。嗯，然后或者是说，那如果用队友的话，稍微有点感兴趣的问题，可能就是徐涵的身高的真实身高。我
我跟飞雪和 Mio 高一点，比他们。对，我读心。对。然后你居然今天不反抗了，无语。因为反抗不了了嘛。然后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想知道的事情，就是这样写。耶。是不是在这里？下面一点。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2 的沈慕瑶，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公演。耶！沈慕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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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慕瑶，谢谢。然后我呢，想要读孙珍妮的《蹉跎》。你今天带蹉跎了吗？就我想读他蹉跎的心。你居然还带着？我就想知道，他作为一个蹉跎，他每天被孙珍妮搓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受呢？就是很幸福的感受。你想不想被我搓一搓？来。就是孙珍妮就天天，大家都知道他天天都喜欢搓他的蹉跎。我想，就是大家应该很想很羡慕你的蹉跎，就能天天被。太羡慕，天天被孙珍妮这样揉，你也在手里面，然后，然后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2 王薇婷，谢谢大家看今天的公演。耶！王薇婷，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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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然后读心术感觉好像我周围好像大家都是有什么就对我讲什么的类型，不太需要读心术的样子，这样活得也挺开心的，袁一奇呢？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 的袁一奇，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谢谢。然后说到读心术的话，我就觉得，我想就是如果我有读心术的话，我现在想读的就是徐寒等会儿他会说什么。然后我现在已经读出来了，我就听一下徐寒说的是不是我读出来的。好，徐寒你呢？你还得心思你别猜，猜来猜去猜不明白。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Match 2的徐寒，大家可以叫乌龟。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小乌龟，谢谢。小乌龟，谢谢。然后关于读心术，那天我们是在说什么事情来着？想说怎么为什么大家都很晚睡，是不是有心事？然后想说到底是什么心事才会这么晚睡呢？然后我就分享了一首歌曲给大家，叫做《女孩的心事》，你别猜，你们听过吗？没有，没有，你唱给我们听吧。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吗？就是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别猜，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不明白。哇！然后还有不知道他为什么掉眼泪，眼泪也不知道有什么小开怀。就是哎，你们都没有听过吗？是这首歌太老了吗？我听过哎，我听过的。对吧，就是觉得其实有时候女生的心思真的还蛮难懂的，就是可能其实有时候女生自己也搞不懂自己的心思，但是我还蛮容易懂别人的意思，就比如说女神或者是你们就是一挥手或者是一看着我一个眼神，我就知道她要说什么东西。没有，她说没有意思，可以下去了，可以结束了，下一个，对吧？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老师怎么说吧。耶、谢谢。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2 的小幻王熙元，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曾小文和蒋舒婷的拉票公演，谢谢。耶、再动。
谢谢。王心远，谢谢。谢谢。那就是我现在还没有特别想知道成员的心事，但是呢，我刚刚知道你不是喜欢的成员很多吗？但是那一次不够用啊！你怎么问这种问题啊？哦，也是哦，不好意思。但是我一定知道，刚刚我抱佳恩的时候，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你说。因为他刚刚我本来是打算今天严一点，然后就打算就搭他肩膀就好了，然后他就问了我一句，你要抱我吗？然后我就我没有，然后我是那种主动的人呢，真是，对，这就是口是心非，然后我就立马收起了话筒，把他公主抱起来了。然后你看你很熟练，你这个动作。没有没有，虽然他嘴上很拒绝，但是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好，谢谢大家。耶！我们就看下一组 MC 吧，耶！耶！加恩贝的油给你，加恩贝的油给加恩。大家好，我是 SH48TMH2 的李佳恩，感谢大家来看我们头号新闻的公演，谢谢。谢谢。其实我想读的心不是读心的人呢，就是王熙元，因为我真的很猜不透他这个人。他就是嘴上就是说着自己喜欢很多人吧，结果他在台下他就跟我说他喜欢我嘛，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他真的说了呀。哎呀，你们老是这，我没有误解了。之前戚雨珠也是真的喜欢我的，他都找了我跟他一起表演节目。不是的，戚雨珠真正喜欢的是阿星前辈，你们知道为什么？他说感觉阿星就像一个老大姐一样，就很想老大姐，就很想照顾他，很想照顾他，不是很想被他照顾吗？他很想照顾他，他当时就很有男友力的说，哎，好想照顾阿星，就这样。啊，戚雨珠原来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每次就是坐到前面那个动作的时候，他都会就是对我动手动脚的，就是就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明明每次都说，我看是你心里想的有点多吧。我也觉得，我看你是心里有鬼哦。我哪里有啊？没有啊，我就是你知道吗？有一种心理，就是在你很在意某个人的时候，然后如果他对你有一点点就是很正常的行为的时候，你就会自己脑补啊，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你就是这种人。不是啦，你就是这种人。没有没有，就是王熙元他那个人就是个大猪蹄子，我不能信他的。啊，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遇见珍妮，万事如意。大家好，我是 SH48TMH2 的孙珍妮，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哎，你等一下，你们要是被威胁了，你们就眨眨眼。我觉得这个比较真诚。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我刚看你给别人打 call 了，谢谢啊。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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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如果我想读的话，因为只有一次机会嘛，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我有点想读。那你觉得谁最重要？我刚刚想说你的，现在不太想了。我就对你有点好奇，就是我在刚刚，我想知道我刚刚进入就我们的高中我们班的时候，我想知道你的内心活动到底是怎么样的。我真的很开心啊。啊，真的吗？对啊，我觉得能跟你做同学特别开心，我觉得我们很有缘分。我记得好像李佳恩之前说过，你没来之前他是班花，然后他就很不开心。对，我觉得他对我一直有不满，他对我一直有不满，但是也没有办法啊，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没有办法。就你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就是太优秀的人一般都会受到嫉妒，这也没有办法。所以我最近看到一句话呢，我想什么说一下，就是一般般的我一般般的拽，一般般的你我甩都不甩。所以你我本来对你就是并没有怀恨在心那种感觉啊，我现在好，我跟你讲，你跟我讲，我们下台再讲。等一下，等一下，好，谢谢，就这样。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H 的江山，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同号新闻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 ！的时候，你为啥偷亲我一口？你怎么想的？没有想，你怎么想的？因为我当时就是我看出了他的心思，我看出了你很想被我亲一口的心思，所以我就满足一下你。再亲一口也可以啊。有印儿，看那个印。又一个印儿，好好。然后我还想就不读了吧，就还想读一读接下来的 unit 曲，对，然后就这样，谢谢，耶、
轻盈的脚步，习惯的动作像迷雾，在蓝色相反的清楚，混乱的笑容好酷。 Kiss kiss me， 你无法掩盖我的美，想要知道我是谁，继续追，别说没给你机会。 Kiss kiss kiss， 可以留下的笑容。目的是为了惹爱慕，我换上胜利的制服，迷惑你对我的关注，认真的样子很酷。 Kiss kiss me， 你无法掩盖我的美，想要知道我是谁，继续追，别说没给你机会。 Kiss kiss kiss， 可以留下的香味会是谁，这是我智慧的魔法。一分钟看着枪，每次三人过枪，眼睛的魔力在黑夜绽放，恰恰像生命之能，那个真实的模样。那每一面靠墙，全部要不撞墙，一下寻找的真相被我们完美隐藏，悄悄的泪闪着光。心的魔力在黑夜绽放，恰恰恰是你只能掩盖真实的模样。那美丽脸庞强，却又要不装强，你想寻找的真相被我们完美隐藏，悄悄的泪闪着光。在哭，知道，但却不珍惜的制裁。说你
少，密码和暗号设置够巧，刚好打发我的无聊。神秘地标由我专属轨道，蒸汽火车隐藏在山间河道，你负责行动，我为你提供情报。我们是斗志满文豪，
听。是我把一切都炸开，不要总说我胡来，我只是喜欢精彩，谁让包括你对你要好买，别总是严阵以待，人生要保持愉快，一听这蹦蹦声多么澎湃，一切皆唧唧歪歪，我更爱痛痛快快，这样撒手自在，在歌时代我照样耀眼的存在。
吃水灵仙黑水。刚刚欣赏了。好。秀自拍了，姐。刚刚欣赏了，开心。对，很开心。开心吗？开心。你们开心，我们就开心。现在 MC 和 MC 已经那么敷衍了吗？啊，不知道，太久没上了。那么这个话题是什么啊？用过最久的一样东西是什么？用过最久的一样东西。对。护照。护照。太普通了，这个答案。像我这种经常喜新厌旧的人是没有什么东西经常用很久，但是我有一个还用的蛮久的，就是我有一个很旧很旧的布偶，就是兔子布偶，然后就是布偶，对，就是那种很软的娃娃，就是抱着睡觉会很有安全感。后来因为用太旧了，它就身上就有很多残破，什么手掉了，不是手上的线掉了，然后什么后面背裂开了，然后什么头歪掉了之类的。天哪，变成好可怕，好吓人啊！对，就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布偶。但后来我就想说，因为好像我看就是找。看过微博上有说有那种修复布偶玩具的地方，但是好像中国好像就是日本家里之前把那个蛙声洗变形了，就是送过去修。对，但是我没有我在中国没有找到，所以我就想要说把它洗一下，然后让我自己的心灵洗成了家爱那样，心灵手巧的来修一下。然后我洗一下发现它散架了，然后就没有，然后太可怕了，就是太旧了，它最后的生命终结在了洗衣机里面。对，差不多，但是我还是很爱他的。你们用吗？我用的最久，我用的最久应该是我的校服吧，就是因为我以前小学就是有那种搓衣角的习惯，然后就是孙珍妮啊，孙珍妮也搓吗？哦，孙珍妮搓橡皮筋，你们是遗传吗？对，遗传可能吧，就是我很喜欢搓那个衣角嘛，然后那件衣服从小学到现在，然后我把它带来到了广州，带来到上海，然后每天晚上睡觉前也要就是搓一搓它才能睡觉。对，以前我还觉得特别可怕，就是在那种很晚的深夜，然后就看到张欣就独自躺在那里，拿着一个咸菜式的东西，黑黑的在那里搓搓搓搓搓，然后那个校服都泛黄了，上面还有残破，我就当时觉得很可怕。但是后来发现他口他也有一个很残破的被子，然后也是那样搓搓搓搓搓，我又觉得这个习惯很不错，很念旧，很可爱。双标。哦，是因为他口用了你才觉得可爱，我用就觉得很恶心。没有觉得恶心，我要就是久而久之也就变得可爱了。我还有一个更可爱的，就是我喜欢轻被子，你知道吗？轻被子。对，就是吗？就是小时候就喜欢那种很柔软的那种衣服。回去改名改成沈墨瑶的被子。对，啊，不错，沈墨瑶的被子。我一定要靠着它，然后亲它一口，我才能睡得着。嗯，就这样。但是现在就好多了，现在是跟猫一起，亲它一口就睡着了。那之前是那种，就是只要是被子都可以，还是只要？对，只要是软的就行了。蛋啊，你可以亲一下，它也很软。啊，不行，不好，受不起。然后我的话就是，我想了想，用了很久的东西 ，QQ。QQ。QQ 零很高的。你 Q 不 Q 零几个太阳？我跟你讲，说到 QQ 几位数，我跟你讲，我八位数。好厉害！你想想，我是九位数，我也是九位数。你说说你们自己 QQ 几位数？五位，我九位。那现在可以买吗？肯定是买的。我爸都六位数。对，你呢？我九位。你九位对吧？我也九位。那你的第一个 QQ 名字叫什么？喂，我第一个 QQ 名叫天使的梦，我叫紫水晶的梦，我叫紫衣梦魇，原来是我们你也喜欢紫色，对，而且那个的是那种日文符号，就是那种，对，是那个紫衣家族排斥了，有一个那个 no 的那个这样子的那个日文，不是，我第一个 QQ 名字就叫爱听，不是。我潮汕不是公主，对，说到潮汕公主，你们为什么听我就叫这个名字了？听我讲，
用要用网名，然后比较土，然后就用了原来的名字，就在岭南。然后第二个谁帮我改的香水百合？香水百合吗？那是我妈用的名字、啊，不知道是谁给我改的。后来觉得很土，然后就没有用。所以我跟你们紫色什么紫色团紫色军团？对啊，我们可有那个什么。流行趋势了，对吧？现在紫色是流行色。我昨天用的陈琳的名字打游戏的时候，有个人突然跟我找我讲话，然后说，请问你叫陈琳吗？我说完了，是不是人家知道他是陈琳了？不是，我说随便取的。他说，哦，我有个朋友也叫陈琳。我认识五个陈琳。你认识五个陈琳啊？还有认识很多个什么？很多个玲玲。看来、就是、很多个陈琳。很多个什么张欣，不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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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琪也有很多，什么佳妮也有很多。啊，我也认识很多，对吧？就很常见这种什么英啊，什么琪啊，什么佳琪啊，对对对对对，佳琪啊，什么琪啊，就是这种。果然，也是。但是潮汕公主，我只认识你一个。我们也只认你一个。我也是，在我心中你是 number one。突然表忠心。潮汕公主。好了，好了，好了，好。耶、yeah. yeah.。那么，请欣赏接下来的歌曲吧，谢谢。总是惊讶我的梦，别怪伦敦三月的风，鲜红血红猩红藏在最亲密的口舌之中，一本庸人心就骚动，心像裂缝，就像火种点燃惶恐，表演着关心你的面容，掩饰不留痕的刀锋，所有甜言蜜语就像利爪藏进指缝之中，是谁在逼我不宽容，所谓人心深渊万种，谁比谁懂。 Oh baby 放心开心放心，我和你直到去
下我的梦，别怪解释出手太重，鲜红血红猩红藏在最亲密的口舌之中，怪当时何必再相逢。你离开后我会哭到双眼红肿，没有吗？
去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小偶像不会用花呗的。对，啊，不过我确实是啊，我现在工资就是直接打到我妈卡上。我也是。啊，是的吧？对，我们零零后都是这个样子的，钱都要交给家长管。对啊，因为刚满18岁嘛，就是我觉得自己没有控制钱的能力，然后于是就打到我妈的卡里。那你下次可以交给我啊？真的吗？我也可以帮你控制一下钱。啊，那还是算了，能让她变没。我特地因为我到18岁跟我妈说不要她管钱。那你妈妈同意了吗？同意了。哇哦。啊。我现在特别想就是自己拥有那张工资卡，就是每个月到5号，因为之前我一直在5号都没有任何感受，因为我不是在那天拿到钱的呀，然后每次到了5号，看大家在朋友圈里各种刷的好开心好开心，然后我就一个人觉得很郁闷，因为我没有什么感觉。对，就没有什么感觉呀。嗯，现在孙振宁应该跟你感同身受吧。哎呦我的天啊，我自控能力不要太好哦。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太可怜了。是的吧？你可以就是虽然你把你工资交给你妈，然后你可以叫你妈就每个月发一条短信给你，这月工资是多少多少多少，然后感谢你的那个辛勤工作，然后让你稍微开心一下。对啊，他不告诉我的工资是多少，所以我感觉我的心态一直很平和。就是我看到大家有些人就是可能会为自己的工资觉得啊不开心，但是我一直很平和，因为我不知道。那你知道了可能干不下去了。什么可能真的是这样。知道就干不下去。没有我知道了，我每次都知道，然后我就特别有动力努力工作耶、yeah! 哇哦、我也是这么想。哎，那阿欣嘞，如果你发了工资的话第一件事会做什么呢？这种东西我们不需要的好吧？不需要对，完了美黑。对，现在还有人专门花钱美黑呢，这样多好呀。自动黑不需要。就是啊，省钱对吧？对，于是天生就有的。对啊，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伸直的腿呢？真的是。好，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大吃一顿，因为我觉得阿欣好像第一件事是存钱啊。对，存钱。对，就是把工资发完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存，马上存，因为就是存死的那种，因为这样就不会用了。哦，真的是很有就是那种理财的能力，我觉得是一个贤惠的。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控制不住会花的人，所以一定得往死里存。哦，是这样。然后第二件事就是还花呗。对，刚不是说好小偶像不用花呗吗？真的吗？哦，对，我不用的。对，我用蚂蚁。我不用的，不用花呗的，我用也差不多。我觉得大家粉丝好像都很懂的样子。对啊，尤其在这段时间好像他们肯定懂，他们不懂怎么跟你们投票呢。真的是现在是特殊时期，不懂也得懂。就是台下每个人基本上这些什么信用卡花呗借什么都会用是吧？对，嗯，对。那我收到工资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打电话说我收到了。收到了。我以为给你家里打钱。对啊，我还以为打到你父母的卡里。我想了一下，我不打到父母的卡里，我打到就是也算是打到父母的卡里吧，就算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哦，对对对，对，就是为以后做准备。对，人总是会也是顾全大局的一种类型。对，然后不是应该收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一下我的工资到底有没有问题，怎么才这么点。对啊，还有就是发了工资第一件做的事情是问，哎，你工资多少？我跟你说，每个月工资一发，小玉卓第一件事问我，张欣，你这个月工资多少、啊？这真是他最喜欢问的一句话。没有，我也被他问过。就是，然后被支配的恐惧。我跟他说，其实我不敢去问小玉卓。为什么不敢问？因为我觉得你的钱肯定比我多一点点多，然后就怕会爆，就是会。会刺激到对。反正之前我也有问过，就是别人嘛，问你的工资是多少，他就不跟我说。就没有。我跟你讲，这种就不是真朋友，真朋友肯定会告诉你的。那你多少？我跟你是真朋友吗？啊？原来我们只不过是塑料姐妹情，以后我一定会告诉你的。好的，好的。小文嘞？我肯定是大吃一顿啊，因为
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大吃一顿呐、啊。对，大吃一顿。你们找队友们，大吃一顿，大吃一顿。就比如上上个月发工资，福建人是不是？不是，不吃福建人。建人你吃不吃潮汕人？算半个。也可以吃一下上海人。上海人好吃吧？上海人。上海人甜，上海人是甜的，我跟你说。对。啊，小猪蹄。谁是少数民族啊？吃什么？对，就比如上个月就跟佳恩出去吃了，吃那个牛蛙。对，牛蛙。牛蛙。对。对，我们俩吃这么一大盆。对啊，我们两个人吃了这么大一盆。吃牛。牛蛙。就真的很牛啊！我也想吃啊。然后上个月，你以后可以组队跟他去吃，你不用逼我去吃。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一起。然后上个月就跟珊珊他们去吃了小龙虾，对，小龙虾，对，不错，有我们可以组队了，都是我爱吃的，都是我爱吃的，你看，都是你爱吃的，就是不带你，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没有证明，他带你了吗？还是 我带你了吗？带了，我没带你，我不想跟你出去吃的，这不是我本意，你自己要跟来的。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也没有办法，就跟你去吧。那你付钱了？王帅那边那个李星宇，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我们啊，其实我每次工资就是拿到之后呢，我都是先交给。介绍什么？哦，做介绍。哎，对，你们自我介绍做一下，谢谢。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 的涛涛李星宇，谢谢大家来看 H Day 的公演和小文和小猪蹄的。什么拉票公演？耶！李星宇，谢谢。李星宇眼睛好了吗？差不多了吧。谢谢。我来 S 队看你的。啊 ，S 队 ，H 队。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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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不该看的快点看。没看，没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么就是基本上每个月工资到了之后，我就先问一下王熙元多少钱，然后再把工资上交给他。交给他，要给王熙元呢？不是，我刚想说，但是每次我们两个工资都一样，然后你就突然来了一句，但是不是，我都你说说看有没有交过给你？是吗？不是吗？你摸着你没有的良心说话。有啊，不是就交了、啊。那为什么每次你们两个人已经是就是共同财产了吗？这种感觉。对啊，就基本上。哇哦！不是，你要知道，我爸可是连他的生血都神龙的人，为什么不能把工资交给他？哇哦！哇！那我希望在8月5号的时候能看到我的银行卡上有我工资的 double。再说吧，下个月的事情要下个月再说嘛，毕竟工资都还没有发。那么你呢？可以，我的话就是因为最近说想攒钱买电脑嘛，然后就是先还花呗，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没有没有，那个我没有用，然后再还信用卡，没有没有。天哪！啊啊，怎么回事？然后好，李星宇没有信用卡，然后就是。不能就是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那种吗？对的，就是有钱就会花，没钱就会要。所以找我要。当爹不容易，当爹不容易。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给他买顿好吃的，然后就是攒下来，然后准备换电脑了。不平衡了，女儿怎么办？女儿捡来的不重要，没有抽奖抽的。还以为集资送的呢。啊也行啊。熊呢？我一般就是跟王一一起，可能发了工资就是上某宝那种，然后可能就是月初的时候快递比较多。然后月底就饭都不能吃了。对，我像你们那么那个时期，我就是收完工资以后就去买了很多黑芝麻糊，为了下个月还能再看到自己。
为什么不是方便面呢？维持生活，我方便面太不健康了。还是黑芝麻糊比较养生，对，好吗？对吧？我就是吃这个才变黑的。啊，我看也是。那还是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等我以后还是不要吃芝麻。但是很养生，而且黑芝麻糊听起来就很不吉利，有个糊就。我们就不要再吃这个了。我之前也经常吃。对，以后对。这样的话以后都不要喝珍珠，喝波霸吧，就是、对吧？好，回去避免这些东西。对，就很迷信。好在我都是自己煮，没有吃黑芝麻糊。自己煮，自己煮饭吗？差不多煮面条什么的。但也不是，就是平时可能会。对，你可要小心面条不要糊掉啊。小心。好了，那我介绍谁还没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2 的熊庭贤熊喵，感谢大家来看蒋舒婷还有曾小文的拉票公演，谢谢。耶、熊庭贤，谢谢。好，看还有。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2 的曾小文，谢谢大家来看今天的公演，谢谢。耶！曾小文，谢谢。还有谁？谢谢。曾小文，谢谢。没了。好，那么我们请下一组小伙伴上 MC 吧，谢谢大家。太难过了。好久不见啊，各位。先做个自我介绍。哪有甜品哪里就有。谢谢大家，我是希望给大家带来甜品的娜娜万丽娜。然后首先是生日祝福环节，有吗？好，有。哦，好，还有一个自我介绍是吗？哎，哦，不好意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果然是太久没回来是吗？我都忘了套路。大家都很想念你。嗯，谢谢。然后是生日祝福环节，然后是我，对，没错。ID 为冰火0705，哎，生日快乐，谢谢。这里有一个生日祝福，祝我和这佛，祝阿祖喜欢生日快乐。这里有个生日祝福，祝 ID 为随心路的在现场吗？不在，祝屏幕前的你在，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耶。然后还有我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2 的王毅，谢谢大家来看我们今天晚上的公演，谢谢。耶。王毅。谢谢。这还好吧？谢谢。好了。好了吗？还有吗？啊。谢谢。谁是游戏王？玩个小游戏，从一开始报数，每逢七和七的倍数不能说。哇，这个游戏不适合我。对，怎么说呢？这个像我的智商嘛，就应该玩那种高端一点的游戏。比如说呢？比如说，我们来玩《动物园里有什么》吧。哎，还不错耶。
哎，我说还不错，你们觉得呢？嗯。你刚刚看过去一排是不是都是这样？我们才没有说你们的台本痕迹可以再明显一点。不好意思啊，就是因为我们想说这些游戏太简单了嘛，我们的智商都太高了，对吧，蒋舒婷？然后，对吧，蒋舒婷？然后你刚刚说好太简单了，对，我们可以换一个难一点。蒋舒婷一直在后面背数字，七、三七二十一、十四二十一，然后七七四七。那我们玩那个动物园吗？好呀。不是，我在学他了，我当然知道七七四十九了，没看过《西游记》吗？什么？刚刚什么都没有说，我们来玩游戏。我们既然就是在公演嘛，玩个比较有趣一点。好的。那玩什么呢？玩《星梦剧院》里面有什么？好，啊，可以啊。好吗？好。那怎么顺序嘞？怎么顺序啊？就这样过去，再过来。好。其实你稍稍有点难哦，对吧？还好，就从你开始吧，从你开始啊，从我开始吧。星梦剧院有什么？粉丝、饺子、摄像头、飞行员、肾啊？没毛病。没有吗？我有肾啊，你们没有肾吗？啊，对的，对，过的过的。不，我们是和他们有区别的，我们有两个，他们可能只有一个。好，不要打乱节奏，好了，继续。超兵。要从。毒瘤。你，是吗？就是你。给他写，走不出嘉兴路。没有啦，我觉得其实可能会不会有人不知道毒瘤是什么？就是榴莲的一种，带着毒气的榴莲，对吧？对，就是怎么说呢？榴莲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它的味道嘛，然后有人就会觉得它是毒气，所以它就叫毒瘤，没错，对吧？那是一种水果。我们毒瘤接着节奏跟上啊！我星梦剧院有什么？毒瘤，阿姨，应援棒，阿姨，然后轮到那边了，到了回来了。我说的是阿姨啊，阿姨啊，叔叔，打底裤，万丽娜，蒋舒婷，飞行员，耶！啊！什么惩罚？什么意思？来，我们有什么惩罚吗？对，有什么惩罚呢？我出去就行了。你们接着。不，好吧，你先。要不我们惩罚背九九惩罚表，好不好？好。这个太残忍了，太长了吧？太残忍了，太长了吧？太。就比如说选一个五的，就从五一开始，然后就不，就比如说六，然后你从六开始就背到九。一六二六，现在吗？嗯，还是说等会儿输了大家一起背？那肯定是你一个人啊，在这里背啊？对，来吧，从哪开始啊？一六一从开始，从一开始，一五的五，六那么长吗？不是，就比如说六，这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然后要背到哪儿啊？啊，不是因为六一吗？背到六九，六一六二六三六四这样的吗？王红，你为什么会从六一六二六？不，我们这样子就是让他背一样的，不好意思，我们可以让他背一个数字，就是比如说五，然后就五三，就这样反着来，懂吗？反着来，对，就是五三五二。你们不要这样，这个 MC 假如被我爸爸看到了，我会被抓回去的。来吧，来了。安静。好，三七二一。不是这个，是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七。什么意思啊？我没有明白什么意思。听不懂。那怎么背啊？那这样吧，我们一人考一个考题吧。对，可以。好，八六。八六，突然八六，六八六四
48？嗯。48？对呀，吓死我了。48呀！哦，对对对，换一个，然后快，我们快换一个。94。32。94。36。36吧。哦，36。好完了，我要被抓回去重造了。74。74。不要打扰我。74 47。28。啊，对了吗？对啊，对啊。哎，你没有骗我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圆圆，该你考了。该你考了。圆圆不知道99乘8。根本我还比你背的多嘞，我很久没有背了，这个不能怪我，成年人都不背这种东西。76 76 67，42 43 42。谁说43？好，我看不下去了。要快一点回答，要快一点。那是谁粉丝？什么瑶粉丝对不对？我们都算是不好。五一。劳动节，五一劳动节，37。不，我觉得你们都考得太简单了，都没有演。啊，林南37过了，好。不是，55。25。你呢？啊？好了，王毅也过了，好，我们接下来下一轮。来吧。下一轮了吗？还继续吗？没有。还是我们换一个？可以啊，换个什么呢？你们想换什么？嘉兴路吧。嘉兴路吗？什么园？啊？嘉兴路也有什么吗？和剧场没有区别。跟前面不一样吗？前面也是在前面，我们说什么？嘉兴，我们刚刚是那个星梦剧院。啊。嘉兴路有什么？水果店里有什么？啊，那我们嘉哎，那我们嘉兴路好了。哦嘞嘞，嘉兴路上有什么？出道了耶 ，C 位出道了。哇，我觉得他的默契真的好好，完全在一个节拍里耶。完全在节拍里面，我都没反应过来，刚一瞬间。好有默契，吓到我了。好，很有名啦，嘉兴路有很多有名的。对，就是我想的话，既然这个游戏这么有趣的话，下次我们可以握手会一起玩，对不对？嗯。那就结束这个弱智游戏吧，来。我们能稍微铺垫一点点吗？铺垫一点好吗？不要这么直白好吗？好吧，结束吧。谢谢大家。军裂破碎的大地，蔓延遍地的荆棘，最重要的东西它到底在哪里？心，好走。
Hello， 我又来啦。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过得还不错，你呢？他是我的偶像。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握手会上。就是从那天起，他的每一场公演，
都没缺席过，两年了，现在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到剧场为他应援了。他会知道吗？他会理解我吗？他会忘了我吗？他是我的粉丝，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握手会上。自从那天起，我每一场公演都能看见他。两年了，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来剧场为我应援。我知道他的病情，我理解他，我不会忘记他。SH48 Group 第五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我是蒋舒婷，感谢大家为我投票。
完蛋，我稿子没拿，没事没事。就首先很感谢大家来看我的拉票公演，然后，刚刚那首歌好听吗？好。这首歌是好听的，就是我不是很会唱，但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就唱的有点车祸，没关系。啊 ，Thank you Thank you， 然后就是那个关于总选，哎呀，我其实真的很无语，对这个总选很无语，就是我很讨厌总选。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今年也没有跟大家说我什么目标，因为以往我站在这里我就说哎我要进圈，但是哎呀我就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是什么能力，然后我粉丝又什么力量，就是根本没有办法，我就真的就是粉丝量真的就总选就挺肯定进不了圈就这种，然后就今年呢我就比较成长了，就是要在自己的范围之内设定目标。我今年的目标是，圈外的成绩比去年进步。就是你们可能不知道圈外的成绩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圈外的成绩是什么。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设立这个目标呢？因为很惨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年总选结束后一段时间，然后公司有个人。就来找我，就说蒋淑婷什么啊，他说什么啊，你要加油，什么你要加油啊，今年成绩不太好。我才知道公司其实非常非常注意圈外的每一个成员，因为我以为进不了圈就能糊弄过去，但没有想到就很惨，有什么好笑的，就真的很惨。所以我就当时想，哦，完蛋了，因为当时后来就要组阁了嘛，我想肯定要被劝退了，真的，我是真的这样想的。当时在后在那个台上，我就听啊，人家都听自己分到什么队，我是哎，到底劝不劝退？然后就没有碰到我的名字，然后就听到就没有我，然后我就很开心，我想我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努力，然后还是没什么用，好惨啊，我真的特别特别惨，然后就。所以我希望今年让公司看到我的进步，不要把我劝退，我还想留在台上讲 MC。 太惨了，我真的是可能史上最惨的一个拉票公演，就是我的目标是不要被劝退，我希望可能明年还不会被劝退吧，因为今年劝退过了，然后就我觉得应该是后年的事了，所以我还有一年，应该还有一年机会吧，所以今年很挺重要的，我起码得进步两三名，就进步就行，不能退步。你像我拿着人家工资，我还就还穿着人家漂亮的衣服，我妈妈说了，就是你看你天天一个星期两场公演，穿这么漂亮的衣服，化这么好看的妆，你的同龄人在补课，我也补课，就是你的同龄人就很惨，然后我就很好，那我想想也是，所以我就我一定要加油，真心话真心话，我一定要加油，谢谢大家。我是直接下去还是你的眼里有一个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我的目光。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2 的曾小文，大家可以叫我小文香。
N 文字。那么塞纳河的夏天就快要来临啦，在这里先提醒大家好好吃饭，保重身体。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里，也要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感谢所有支持过我的人，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可以会变得越来越好，也希望你们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谢谢大家。2018砥砺前行 SNH48 Group 第五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我是曾小文，感谢大家为我投票。曾小文，谢谢，加油加油。多想陪你走过每一天，陪你感受下
天要塌，也有比我高的人去顶着嘛。我就是想象你不要拆穿嘛，不抱怨不挣扎，困难时候勇敢上，这个样子才对吧？好啦，分你什么好处你都说我，我也没有答案。原来我只是为了你的迷彩吧。世界上最冷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吗？是哪里啊？是有你的地方，笨蛋。啊，不是没有我的地方吗？孙小文，你怎么回事？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H2 的曾小文。首先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看我的拉票公演。然后就是感谢两年来喜欢我的你们，喜欢这个话少还不够成熟，舞蹈不太好，唱歌也不太好，然后普通话也还行，也对自己没什么信心的我，能够一路走到现在，你们是最不可缺少的存在。在这里快两年了，然后两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很多，也和他们一起哭过笑过，一起排练，一起上公演，还有一起点外卖。虽然我不太会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但是所有帮助过我为我应援投票喊扣的人，我都会把这些回忆记录在我的心底里。辛苦你们啦，然后以后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想起嘉兴路这个充满喜怒哀乐充满回忆的地方，然后是这个地方让我认识到了一些很棒很好看的漂亮美眉，还有肯为我付出很多时间精力应援的粉丝朋友们，然后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然后我说的不是特别多，因为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反正这两年谢谢大家支持，也谢谢大家对我所做的一切，谢谢。请欣赏最后一首歌曲《Honor》。
不会谢。等一下还有击掌环节跟投票环节，请大家踊跃参与，我们一起一二三 TX2